我们的频道呢，始于一台相机，现在也终于一台相机。然后十三年来，我们大家没有解散，我觉得我们一定是奇葩中的奇葩。我们有种就是十三年给我们看。但我们今天做了那么多，从去年就开始铺陈，就是为了 energy 铺路啦。熬过了分分合合，变成最适合的人。谢谢大家，十三年。后会有期啦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等待我们充宝店再炸一波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你的精神是不会灭亡，会一直持续在这个世界上。成军十三年，这群人正式宣布停更，全员合体，充宝店未来再炸一波。明明就没有要解散的空大小了，很不舍，就是会有一种身为这群人而骄傲的那种感觉。拥有357万订阅数，成军十三年的百万 YouTuber 这群人，昨天在频道发布最新影片，团员七人合体正式宣布停更。最后，我觉得想要跟全部的这群的粉丝说谢谢，谢谢，因为其实这些体验是粉丝带给我们的，没错，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完成的，真的。谢谢你们参与我们这群人。现在看我会看我的内内，现在看我会看我的内内。头的超下翻唱是这群人著名的代表作之一。还有大家最常配翻看的经典语录，走廊都听得到你们的声音，就是你的妈咪讲话，校门口都可以听得到你的声音。考这么烂，你是去当小太妹是不是？啊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只考22分？不是跟我说都有去补习吗？离开医生的身体。好。我又回来了。医生，他说了，他不要大声的，不要大声的，不要大声的，不要大声！ Oh my god！ 到底是干你什么事？干你什么事？干你什么事？干你什么事啊！从经典语录到朝虾翻唱，这群人将各种情境剧演得恰如其分。其中詹荣、詹瑞和银森各组团体三个人做音乐领域的尝试。这是我咆哮的态度。回忆杀啊！小编就问大家心中的经典是什么？谢谢这群人十三年来替大家创造的欢乐，期待他们创包店后再炸一波啦！下次再见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天天笑得吉祥。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。新年快乐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。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